暖暖九宫格气球教学，只要九个步骤，让你轻松学会折气球哦。步骤一，准备260橘色气球一条，260蓝色气球一条，打气筒一个。步骤二，我们将260蓝色气球充气，尾端大约预留5指宽。260橘色气球充气，尾端大约预留5指宽。我们将橘色的这个尾端，我们往上来挤压一颗大约2指宽的一个小球。我们把它稍微拉一下。步骤三，我们将260蓝色气球从吹嘴处，我们折大约7指宽的一个单泡。我们再绕一个环形，折大约一样7指宽的一个环泡结。步骤四，我们再折2指宽的一个单泡，我们把它扭转成熊耳结。步骤五，我们大约折10指宽的一个单泡，步骤六，我们再绕一个环形，大约7指宽的一个环泡结。步骤七，我们再折大约2指宽的一个单泡，我们把它转成熊耳结。步骤一，准备260橘色气球一条，260蓝色气球一条，从这个蓝色的环泡结里面，我们把它穿过。步骤一，准备260橘色气球一条，把它拉出来，260蓝色气球一条，稍微调整一下，打气筒一个，大约拉出来7指宽。步骤一，准备260橘色气球一条，260蓝色气球一条，打气筒一个。步骤九，我们的水枪就完成喽，换你试看看吧。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咯，拜拜。